董事长来为我们加冕致辞，来婆香团致。来，婆香团们，董事长请上台。你的婆香无够热情。好了，再来，婆香团们来，甲吹落去。我拍好大大声，给咱家己金明金明财宝满厝听。各位贵宾，俺各位乡亲，大家有安，大家好。哦，祝新年快乐哈！那、哦、万事如意啊哈、哦！啊，今仔日是咱拄好第十年的基金会的上拄好第十年的岁末关怀餐会。第十年哦，拄好今仔日纪念日啦哈！哦啊，算大家哦，会当来参加哦，感觉内田的光荣啦吼。啊，各位今日哦，啊，拄好天公对咱有照顾，我拢好天，搁出日头啦吼。啊，大家哦，会当讲过了十年毋捌见面的，今日拢会当见面吼，啊，是足荣幸的啦吼。啊，咱这个会哦，会当传承下来哦，是感觉讲咱内田的幸福啦吼、哦。啊，在这哦，啊，祝各位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，谢谢谢谢。谢谢我们基金会的董事长为我们加冕支持。接下来我们要请我们的总干事，我们的柯基明总干事来为我们加冕支持。来，婆香赶快都赶快吹了去。各位贵宾，各位乡亲父老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我爱你们啦、啊！我也爱你啦！你们太可爱了！啊，你们可爱自己，掌声来！为什么那么可爱吗？你知不知道？因为我们充满了爱心。你看，天气这么冷，你们都不怕；疫情这么严重，你们都不怕；路途这么遥远，你们也不怕。为什么？为了支持这对团吗？不是，因为你们心中有爱，对不对？对。因为你们爱内田，对不对？对。我们基金会成立十年了，这十年来，非常感谢咱乡亲，非常感谢咱乡亲的支持，哎呦，为出世到即马十岁啊，一天一天的大汉，是咱大家共同啊培养出来，对不对？对。咱这条路是不是要继续去行落？是。培养会愈来愈大汉，愈成长，安好无？好。来，婆香们刚出来，好无？好。你看，今仔日哦，比我努力的啦。哦，为淡水的，为屏东车城的，各地无惊路途遥远，无惊天冷，哦，挺够练的，这两天够练的，对不对？哦，无惊疫情这么足严重的，昨暝足济个跨年晚会拢取消，但是咱大家唔惊死，哎，哦，冒着生命危险来参加这个活动。所以我要向大家致敬，好不好？谢谢。感谢你们，您的支持就是我的力量。在戏台顶的表演，下骹无观众，无破声，这个半戏演袂了嘛，对不对？对。破声来听好不好？哎，干嘛吹？谢谢，谢谢。十年来，我真大的感受，
力量，团结就是力量，团结就是力量。今仔日咱有这个成果，就是咱大家团结起来，对不对？对。第二点，来参这十年来有改变无？有。有愈来愈好无？有。这是咱大家共同创造的，对不对？对。第三点，什么叫享受牺牲？什么叫做牺牲享受？你们知道吗？哎，在人家笑。是因为你们教我如何去牺牲享受，享受牺牲，是因为你教我，所以这十年来我过了真充实、真有意义。非常感谢乡亲，无这恁的支持，我无法度行落去。所以这十年我亲身体会、深刻体会什么叫做人生的意义。这个人性的意义就是要牺牲享受，享受牺牲，对不对？对，要付出才会结出。对，德不孤必有邻。我们只要雄德正，好好去做，自然力量就进来了，很多支持者就会来了。所以说自助天助，对不对？对。哦，所以我们这条路我们以后还要继续下去。我的希望我们每年的参会参加的人数越来越多，我们希望能够成长到多到我们到成功路大马路上来摆宴席，好不好？婆下都难出来去。今天在座很多第一次参加这个活动的贵宾，还有很多乡亲，尤其在这边来介绍我们很多乡亲利用这个机会，邀很多同学乡亲来参加这个活动，因为他觉得这个活动很有意义，他觉得身为内田人很光荣，他要把他的光荣分享给他周遭的亲朋好友。所以今天在座我们要非常感谢，首先感谢我们林素珠林姐姐，我们林富兴的姐姐，他的同学三周，来，台给我们泡泡酒好不好？来，掌声来，谢谢。来，欢迎他，我们欢迎他，林素珠国小同学，不简单哦。他因为感觉到我们内田的温暖，所以今天把同学都邀回来了。第二个同学会是林立永胜国小同学，两桌站起来，我们看一下好不好？来，趴下，赶快，赶快去。哎，同学会哈，两桌，还有柯仁生同学会，两桌在哪里啊？来趴下里的，来给我们挥挥手。他们今天开同学会都是分大家是公家公亏哈，他没有吃我们基金会的钱呐、啊。来，我介绍我们中正大学乐领志工团，来站起来，让我们欢呼一下，来，谢谢。我们中正大学郝吾校长带领下，谢谢，给我们赞助光彩，给我们送花篮庆贺，谢谢谢谢，感恩有你真好。再来，我们欢迎布袋镇公所所有的长官在哪里啊？来跟我们挥挥手。布袋镇公所长官站在站起来，让我们里长来了。哎，欢迎欢迎。我们的里长谢谢黄清经理来到现场了。镇长来，好，镇长到了，好，我们布袋镇的大家长陈龙美镇长、李云龙会长，来，我们欢迎掌声欢迎。来，镇长，麻烦您一下，我们加冕致辞。我们陈镇长非常认真打拼，这几年来我们布袋风貌改变很多，我们真的非常感谢陈镇长给我们乡民镇民带来这么多的福利，我们掌声再欢迎我们陈镇长。再一次好不好？来，掌声欢迎我们的陈镇长。来，有请。对，哇，我们美丽的镇长，我们加冕致辞，掌声在哪里？又美丽又有智慧，独得天独厚，来。我们总干事哈，那是理事长嘛哈，咱各位咱来参，啊，各位的代表哈，啊，阮议员，啊，咱九个代表含经营代表，啊，咱各位咱的基金会好朋友，大家好。好。啊，今仔日啊，感谢咱的总干事啊，邀请我过来哈，啊，因为啊，这咱在地啊，伫遮哈，啊，我希望讲，甲咱布袋镇的一寡的迄个。
吼，最近发生的代志，甲大家讲。啊，因为咱布袋呢，啊，当然这是沿海的所在，环境地理啊有较无介好啦吼。啊，但是咱最近呢，啊有钓到咱的啊观光小镇吼，啊，所以讲伫个咱的布袋发展的观光呢，啊，真侪就是讲那个许多的经费啊会挹注进来。啊，最近我们的啊林佳龙部长也过来。啊！伊讲要甲咱个桥，啊，即要做一个跨海大桥吼。啊，希望讲伫跨海大桥要经过，啊，伫个澎湖个每一年都有5-60万个的人吼，啊，流出在我们的布袋镇这边来消费。啊，最近伫咱在地呢，啊，咱个成功路，啊，我们成功路这一条路，啊，就有1200万要来施作吼。啊，我们总干事也在这里做了关怀据点。啊，好，咱这些老人呢，啊，就是大家在一起共识，啊，因为庄卡呢嘛拢是老人较侪啦吼，啊，所以讲啊，咱这个内场呢，啊，有咧照顾到咱的老人，啊，这点真使我诶感动。啊，今仔日啊，大家伫遮聚餐呢，啊，有很多的布袋建设，我就不一一来介绍了吼。那我就今天在这边来祝福大家。啊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新年快乐，谢谢。谢谢我们陈镇长，我们再掌声。婆家，感谢我们陈镇长，又美丽又有智慧的得天独厚的镇长，来请。我们请董事长先下台，好不好？谢谢你。好，来，伯嘉哥，感谢林董事长这十年来对我们面临关怀基金会的提拔、照顾、领导，哦，非常感谢他。谢谢，感恩。哎，慢慢走来。好，黄所长啊，你要不要上来讲话？欢迎所长。跟各位乡亲、跟各位贵宾报告。今天我们是灌溉云集啊，很多地方上的议员啊代表莅临农会场，给我们镇长公菜。首先介绍我们蔡姓莲蔡议员来上台，要不要来讲几句话？蔡议员，麻烦你上来我们的卫冕者宝座，为我们家人支持。婆家抓新店地方，哎。刚刚无讲电钱呢，太大声了，好不好？婆家无讲大声了。大家啊，做干事啊，咱美丽的小主持人啊，大家安，大家好。今日吼，遮侪人啊，本来是唔敢起来啦，啊，想这个盛会吼，咱嘛爱表示一下，起来共大闹热闹，啊，你较会使啦。所以我就无多，我伫海办讲话啊，就厚着脸皮起来，甲大家祝福一下，啊，甲大家身体健康。啊，万事如意！啊，这个寒天啦吼，哦，有够冷的吼。哎，暗时啊，咧困啊，我这边试一下，我那边试一下，哦，水气啊，你呾。我这独居老人就是有这好处啦，暗时啊，拢免急难叫来家试啊，知啊？但是老人吼，哎，年纪有诶，即个阿伯阿妈吼，爱注意者吼。啊，暗时啊，咧困爱较小心诶，这个天气的确有。脑心，对，心血管疾病，心血管疾病的人哈，啊，大家看，看看电流的，还注意点啊，大家平安。那啥各位，谢谢，谢谢蔡议员，谢谢我们议员。先继续介绍我们市民代表会校副主席肖春林，有请。来，我们副主席，婆乡的豆鱼，婆乡的豆鱼。这是咱的代表，哎呀，代表会副主席，我们的肖副主席，你好。你好。又帅，给咱美丽，又有能力，谢谢哈、哦，给咱美丽主持人，啊，给咱在座主人哈、哦，也是咱迄个林长处长哈，啊，咱迄个我敬重的我总干事啦哈，啊，佮来自于专线，坐坐遮个各位来宾啦哈，啊，佮今仔日，啊，佮加咱遮个老师大哈，做伙食饭。啊，一只嘞，我拄好伊头拄好咧听，我讲时间真紧啦吼，已经实体已经10档了吼，真不容易吼。有人恁董事长兼咱挂
总干事领导之下啦吼，会当搞这个会哦，来带哪来哪济人，啊哪来哪闹热啦吼。我今仔日咧，直接咧抱着真欢喜的心情啦吼，来甲大家共同来度过今仔日遮这个新嘉年头啦吼。啊，祝咱这个大会十年啦吼，迄、那个会员成功啦吼，啊嘛祝咱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。感谢各位，谢谢，感谢萧副主席，萧正宇，萧副主席，谢谢我们对我们那边的关爱，感谢你。接着介绍我们。证明代表蔡九够，蔡九够，好，要不要上台？不要，谢谢你。OK， 谢谢，感恩。现在介绍我们嘉义县议员蔡伟杰，蔡议员上台。来，蔡议员。好，谢谢。上来，上来，上来。然后啦。来，那么帅，要有智慧。对呀，年轻有为。谢谢我们的议员。啊，阮孙仔嘛是遮个议员，不过伊是得奖的吼。啊，真欢喜啊吼！啊，今仔来参与基金会吼，啊，咱都会记吼，这个时阵咱会做这个买嘢啦吼，啊，对地方的奉献吼，咱大拢知啊。就尤其这柯大哥吼，哦，这个够热心的啦。较早吼，较无咧接受，但是现在接受济啊，这个人热心，为了地方吼，无咧讲第二个啦吼。啊，有者嘛做会到的吼，啊，配合咱代表店长吼，啊，只要伊讲的出来，咱做会到，一定全力配合啦吼。啊，伟杰，你要祝咱大家老是大吼，身体健康，食百里啦吼。明年这个时阵，咱大家小姐来台参加，吼、哦、啊，感谢大家，谢谢。谢谢我们议员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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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接着我们介绍我们布袋证明代表萧素兰，萧代表，我们请他上台好不好？好。他等一下唱歌。好，谢谢你，谢谢。我们欢迎他。萧素兰，萧代表，谢谢你。接着我们介绍我们布袋分局布袋派出所黄所长带领下的同仁，我们请黄所长上台好不好？不要，谢谢，辛苦了。好，我们暂时告一个段落。好，我们首先请我们内田人的儿女，这对姐妹花带来的小提琴表演，大小提琴。来，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？来，婆香跟 Jacky， 我们这对美丽 Jacky 麦克风，来，我们的总干事麦克风给他一下，在这边。你家，你家。来，咱来参加是一个真好的所在，我头第一届在这顶台唱歌吼，非常感谢，是不是？给我一个掌声鼓励一下，谢谢你们。啊、来，我感谢咱展示中心会者，也感谢咱的迎灿兄。咱今仔日总部赛就是咱的迎灿兄，嘿，好的料理爱找咱迎灿兄。来，啊，我来唱一条杨子的歌词哈。咱理事的后援会里头，口腔中腔都给俺吹落去。尖叫声在哪里？好、哦，谢谢。无够大声，食无饱吗？搁一届尖叫声。感谢主持人啊，美丽主持人，谢谢你。无需要解释，无需要惋惜，是怪自己太过痴迷，才会对路漫长凄切。不免你来疼，不免你来陪，疼过的心都陪过，我来真心。出卖，是我太憨太小心，也是无路用。是伊的苦路袂停，只有心头痛。犹原原来相信你的吃无吃。若无爱我免动情，予我期望不如暂停。哇哇，我们的真理是跟他们来抢拼的哦，袂歹哦。
今天嘛是高潮哦，来互相欢聚嘞！谢谢，感谢咱来参加的好朋友，祝你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生意兴旺，大赚钱。无需要解释，无需要怨嗟，只怪自己太过痴迷，才会坠落万丈深坑。不免你来行，不免你来陪，听过的心都会飞，我来真心。是我太憨太小心，也是无路用，是你的苦路袂停，只有心打拼。女士秀姐，接下来是我们。